早上好，孩子们，今天我们要去游泳哦。你们先穿着衣服，我先下去做饭。太好了，今天要去游泳，我最喜欢游泳了。到时候我该穿哪一件呀？我们来找一件适合我穿的衣服吧。来，我们打开看一下哪件给他穿着最合适。看看这个呢。哦，这个原来是小松鼠的呀，蓝色的小徽章呢，这一件不合适，而且那件也是幼儿园的。哦，这件跟这件一样，那么也是幼儿园的。这件，哦，原来是小白兔的睡衣呀，也不行呢。这件不错不错，你们看这件最合适出去玩啦。那我们这下给小白兔换上吧。哎，把一只小手抬起来，套上小袖子，一只小手出来啦。第二只小手也把它放进去。好了，扣上扣，噔噔，小白兔穿着像不像一位小妈妈呀？好漂亮！我们来帮小松鼠选一件吧。小松鼠适合穿哪一件呀？来找一找吧。哦，这是最后一件，来给它穿上看看，还蛮不错的，对吧？把一只小手抬起来，出进去；另一只小手抬起来，出进去。好，再把它放。哇哦，小松鼠穿这件好好看哟！现在我们该给它们两个穿小鞋子啦，来吧。哇哦，你们看它俩的小鞋子真是太一样了。一个黄色的小套底，还有红色的小蝴蝶结，太奇怪了呢。我们先给小白兔穿上吧。小白兔第一只鞋，扣上。好啦，下一只，给它扣上。哇哦，你们看。是不是小白兔穿上这件，还有配上下的小鞋子，更可爱了呢？好，我们把它放在一边，给小松鼠穿的。小松鼠穿的是短袖，也非常适合穿这双小鞋子呢。你们看，小松鼠穿上是不是更可爱啦？我感觉它穿着小鞋子跑来跑去的也不错，就是很好看啦。来，我们把小松鼠也放在一边，该整理一下衣服啦，放在里边。这个也放在里面，这一件放进去，好啦，归于原位。好的，上来了，放上去，好啦。哇哦，你们看，他们两个穿的衣服是不是很漂亮啊？你们看背后。好啦，今天他们要去吃早餐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